好，现在开始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把给狗做给狗做那个名牌的机器。好。这个是那个屏幕。先摁吧，摁绿的。我们摁这个，然后呢，这写就是请按那个就是那个商标那个牌子。扫码。扫码。那你扫一下去吧。是这个形状吗？你看一下。他问是这个形状吗？是这个形状。这是这个形状。点 yes。yes。然后写 t。然后。写 t， 快点写。上面出来一个，这是要干嘛？不用写，我告诉你吧。t， 这是要 t， 然后写3789，写吧。yes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。好了。现在说什么？现在说那个。正面要写名字。正面要写那个名字。你的狗叫。名字叫舒格蜜。那你就写吧。S-U-G。不是 GAR。这就是他的名字，然后写那个。第二行 ，no。第二行 ，next line。第二行，把妈妈手机号写上。next line，no， not this one。next line。第二个就是妈妈手机号。妈妈手机号是横杠，小横杠，上最上的这个小横杠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小横杠。小横杠。带小横杠，怎么写个零呢？这小横杠，然后是7957，这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手机号，然后就点那个 continue 了。继续。然后你想要哪种？他问我，我想要哪种？哪种的字体？想想哪种的字体？然后想一想，你要找一个看得清楚的，你觉得哪个能看清楚？这个能行吗？中间肯定是不行的啦，左右两个都可以。我看，我当时选的左边，你可以给 Sugar 选右边。我看这个也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我就选这个了。好，然后点左边。然后呢，我要那个。选设计，后边我要选一个设计，好看。然后呢，我看这个，然后看一看啊，这些有这么多。好的，然后选一选。我妈妈给露露量这个。骷髅头肯定不能选。你不是很温柔？那是最中间那个呀，看。这个挺好的。让我想想，还有别的吗？好的，小桃心也不错，这个也可以。对，让我想想，是这俩，我就要这个。哎，说小桃心的也很好看呀。哎，那是这。你想好了啊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有可能。对，你自己选吧，不要后悔就行了，快。我没录了啊，这块儿。开始了。这个视频，小视频，告诉我要把这个搁在这里。有一个什么卡槽，然后把这个门关上，然后呢就 engrave 就是刻字儿就好了。然后这写的是 engrave 就是刻字，然后点了。好，看看这发生什么了。
呢，对，看看看看看，发生什么了？看到了，看这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被送进去了。送进去了吗？我瞧到这个东西。有一个激光头，它是镭射，你看，先翻这，翻了一面，看，不用使劲盯那个亮光，不要使劲盯。这是个镭射，在一点一点的做工作。那么亮了是吧，瞧瞧这个，这个已经快弄完了，这是拿那个镭射，是拿那个很热很热的激光去把那个表面给融化掉，嗯，融化掉，然后就是那个黑色的表面给融化掉，然后再等一等马上就会好了，就变成白色的图案了。瞧瞧这个，这个已经快完了，看到了吗？就在这儿，然后一直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回的弄。基本上结束了。你看这边快结束了吗？看到了吧？呀，翻面了。现在翻面了耶！看，现在要打那个字了，就是那个“circle”。就是那个名字和妈妈的那个手机，看这个快完了。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部分。最后一部分是什么？最后一部分就是在干嘛？就是在写最后一个字，会和最后一个。我告诉你，他做完了之后会把那个从这儿弄下来，然后今天我就卡在这儿了。为啥？因为它那个设计不好，卡在那儿掉不下来。你看，看到这个了呗？看到了。我要从这个地方。完成了，看。真漂亮！来，给你和那个这个机子合个影吧。做了一个什么呀？谢谢，谢谢你胜利完成任务。